我是台湾汉流天地金台山千禧堂金春山第十四代的传人。其实从小时候开始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万氏家族，因为它是一种秘色的形态。我从小的时候接触的台湾的传统武术训练的过程中，长辈给我们的东西就是规矩，我们从事武术的训练，然后教我们规矩。慢慢长大之后，你跟师父跟久了，有一个成绩出来，师父也认定你是一个遵循礼法守规矩的人的时候，在某些特定的场合，师父们才会慢慢把一些关于秘色的东西传教给你。清溪堂的武术是从大陆漳州诏安欧都过来的，那时候是从嘉义古笨港西祖师张忠义传过来，这些东西历史故事会提到，但是他们不会去谈秘色。汉流天地万氏家族开山立堂的祭祖仪式，不需特定的场所，有堂用堂，有宅借宅，不焚香，不立像设牌，全程以诗句和手势为主，以躲避蜻蜓的追杀，规矩严谨又处处方便。这个仪式是秘社文化中最神秘的部分。祭棍的仪式是整个汉流、整个万氏家族传承的一个核心的精神，一个共同的理念。你、我、他，我们一群人，我们为的是一个民族大义，就是一个大功，就是为了一个把汉人的东西留下来，把它传承下去。苍天拜地，地秀在后天，敬重。他整个对于汉流这个东西的信仰，让他能够坚持一辈子走下来。他到要死临终的时候，一手就是比金台山，他只说以后你就说汉流就是汉流。他一直到要死要断气的时候，还是只有汉流。